高空斗鸡啊，高空斗鸡啊，可可可可放马过来将我赢 Ready Go， 你们会将我赢。别跟我，我不想跟你玩。就是说我呀。来这儿。来来。还可以边拍边哭。哎，你不认真玩，不认真玩。光都花了，等一下补一补。谢谢。你们两个是不是有什么自虐倾向啊？妇女，妇女，妇女。为什么我每次就打三四下就没了？难不难受？难受，难受。你俩有毒吧？我找到，但我破不了。破不了，对不对？来吧。我不怕你，我找到你的节奏，很厉害哦！哎，看见没有？多闭玩，多闭，多闭玩！我打了一下，对，就打一下。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来，我们小鸭子跳起来啊！好看 ，Ready Go！ 十，十。我知道你要干嘛了，你我是我谁我谁没有是我没有我是我谁我谁谁谁谁谁谁谁我我谁啊黑白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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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杀了谁？你知不知道你杀了谁？仙哥哥，仙哥哥，你杀谁都行，为什么要杀金子轩？为什么？你杀了金子轩，你让师姐怎么办？让阿玲怎么办？你让我怎么办？一会儿婆婆带你去做一个大蝴蝶，好不好？啊？
不哭不哭，阿明不哭，不哭了。我这些年来，到底为什么把自己困在万藏岗？为什么要走这条路？要把自己弄成这样？我疯了吗？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对不起。是他的错吗？他变成了这样，是他的错吗？谁来告诉我，我究竟要怎么做？我究竟该怎么做？谁能告诉我？刚刚你醒来的时候，我们正在商量，已经商量的差不多了。商量什么？别废话，拔针！我和姐姐商量过了，去金陵坛请罪。请罪？请什么罪？负荆请罪，投案自首。你躺着这些天，兰陵京师的人派人来乱葬岗喊过话了。喊什么话？不要打一巴掌讲一句，意思讲清楚。兰陵京师要你给他们一个交代，听他们的意思，只要你把我们两个交出去，这件事情就暂且过了。麻烦你要躺几天了，这根针三天以后就会失效。我叮嘱过阿叔他们，会好好照顾你。胡闹！我让你们这么做了吗？快拔针，拔针！镜子徐身上的恶错真的不是我下的，可他们已经认定了是你。